每一种运动比赛都代表了团结、合作、朝气和蓬勃。100多位来自12个学校的女子网球选手，首先精神焕发地绕场一周。接着由新兴国中校长詹初追主持了开球礼。这个比赛有一项特点，就是大专组自由报名参加，一共有8个队，而高中组和国中组因为队伍太多，就选出台湾省1个队和台北市1个队做对抗赛。今天上午的双打团体赛，台北医学院以3-2击败了台大，政大以3-0战胜了台大医学院。